平时我哋睇新闻或者报纸，会睇到有各种唔同嘅社会调查，又或者系研究报告。究竟一份调查报告又系点样产生嘅呢？一班青年学生参加咗由教青局主办嘅青年关心社会、共钻研、创明天计划，有机会亲身体验社会调查嘅过程，并撰写研究报告。我哋主要是研究中學生，即係點解唔參加運動啊？我哋係主要就係做澳門高中生對從事博彩行業嘅意向。我哋今次嘅計劃主要係想知道本澳嘅大學生而家係點樣用政府派落嚟嘅錢咯。參加今次計劃嘅高中生有超過80位，每三至六個人一組，而調查嘅主題都係由佢哋自己發掘，當中包括有教育、消費模式、家庭生活质量、金钱价值观、余下活动以及性价值观等等的范畴。其实主有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统计学的理论课，一个就是操作课。入面理论课意思会包括了怎样做一个社会研究，它的理念、背景、目的，入面有什么研究的方法、类型，都由理工的教授很仔细地去传达给学员听到，让他知道对做一个社会研究的概念是什么呢？怎样将一个议题慢慢收集到变成一个他们期望访问到的一个问卷，最终可以操作得到呢？学生由完全不识由头学起，到慢慢一步步做起，都是需要花不少的时间。他们的研究题目部分需要派发问卷调查，走访不同的学校、大学校园进行，当中又有遇到什么困难呢？我们之前就去理工大学做了100份研究，今天就是来澳大这里完成了剩下的200份的。今天困难都很多的，即是会有食柠檬，觉得最困难的那一批应该是入资料那一阵，因为资料又比较多，跟着我们入资料又会反复地 check 几次人数咯。人数如果越做得越多人就越够公信力，跟着还有你调查那样东西是不是真的有针对性咯，即是可能有很多问卷都是作废的嘛。在一些调查研究里面，我想最常用的就有两大类的方法，一类就是一些叫量化的研究，比如我们今次见到的问卷调查，也都在坊间经常容易见到的。因为问卷调查的好处就是你将一些东西量化，同埋很容易表达，譬如我们超过八成的人是支持某某政策的。而另一个即是都在社会科学经常用的，就是一些叫质化调查。质化调查是跟量化就刚刚相反，我们不是透过一些问卷，而是透過一些可能是譬如是一些點小組，譬如即係約埋一群人，可能咧就某某社區中心嘅一群小組嘅，咁我哋傾下對呢個現金分享嘅意見，或者我哋傾下咧對呢個新移民政策嘅意見。梁啟賢話：一般嘅問卷調查可以先參考佢嘅樣本數目，以分析調查嘅可信度。其次就是不同时期的研究和分析结果、整合时间、抽样调查的方法等，都会影响到一份调查的可信度。譬如很简单，我试过看过一些坊间的研究，就讲紧这个青少年的性观念嘅。咁佢後面嘅結論咧，竟然就講緊咧就係呢個而家好多人從事賭場啊，咁收入高咗啊，咁性觀念開放咗啊，咁但係咧佢喺成份問卷內入邊咧，都由頭到尾冇問過人哋嘅職業嘅，咁你點知道從事賭場嘅人性觀念開放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啲好明顯嘅邏輯矛盾嚟嘅，即係你個內容冇問到嘅，點解會後面走個咁樣結論出嚟咧？经过为期半年的学习和实践，参加的学生队伍异口同声话，通过今次的报告，一方面让他们认识统计学，另一方面更知道组员间合作团结的重要性。由大家讨论，出现小争拗，最后大家协商一起分析，完成撰写报告。他们说学到的和感受的都很深。最后我们去片一起分享一下他们的成果。